什么让小姐姐发出这样的叫声？我到网吧了，等会儿我来个电话。喂，凡凡宝贝，我在家躺着呢，看春晚重播呢，不信听啊，不信听。你这人总是疑神疑鬼的，很讨人厌哎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啊、老公，哇！喂，凡凡宝贝，又怎么了？啊？啊，是浩浩臭宝呀？我说饭饭就是饿了，我在网吧玩游戏呢。那你可以给我点个麦呀？我今天不想吃烧烤了，我想吃意大利 noodles。 啊，你兄弟也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女朋友？你给我告诉他，解释他触及不到的梦，只有你能拥有。帮我转告他吧。那你快点帮我订外卖吧，早晚都会见的嘛。哎呀，我这一打眼就知道是你。你的意大利 noodles。啊！咱俩都出这么久，害羞啥呀？哎，外边谁三轮车？哎，我俩。你等会儿出宝啊，我有点事儿。不是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不是，我给你买的，给他吃咋了呀？啊！我。哎妈！为什么老爷爷会做出如此举动？你不是那个 MCA 盖吗？我老喜欢你了。你是谁？哎呀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平时我也喊麦，但是岁数大了忍不住。我想拜你为师，教教我，让我看你基本功。哎，好，来，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 MC 纯情男孩，我家带来一首《曾经的王》，走。他曾经是王王，你还曾经的王呢？哎呀，师傅，不是，不是，你磕巴啥呀？纯情男孩，别着急，别紧张啊！我来一遍，你来一遍，行不行？啊，行行行。他曾经是王者，他曾经是，他曾经是王者，他曾经是王者。哎，对，这音乐来一遍。大家好，我是 MC 纯情男孩。咋的？你就会这一句啊？你往下唱啊！来、啊，他曾经是。王，哎呦我天！你说你挺大岁数，你出去捡点破烂不好吗？拿来，老师，我喜欢那个。等我有这时间，我不如出去找个对象。再教教我吧。你撒开，你撒开我的胳膊肘！哎呀，打人了！你别笑人了，打人了！哎，我想找对象吧？嗯，哎，你去那一对 APP， 哎，上面全是美女呀，你上那边去找。行吧，我再教你最后一遍啊，听好了。他曾经是王者，他曾经是什么？他曾经是王。孙浩，哎，你也磕巴了，你可被抄着了。不用你，我这演艺事业是断送了。医生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就因为我曾经，我爸妈都不要我。你这个情况呢，我基本也都看了啊，这个是属于心理疾病的一种。咋的？你不相信我有超能力？刚才还来一位，也是你这样的。他有超能力，他这天厉害，是吗？完了，还有隐身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撵出去了。我有没有吗？上班干啥的呀？还隐身呢？不是，那叫啥？那叫啥？谁？哎呀，给哪儿呢？这你别笑。大侠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我说话就那样啊。不是，我上一对给找对象行不行啊？那一对那对象咋就老大还跟老漂亮？哎我去！哎来出来来，不行了，俺路边干一下，来干一下。哎我去。Two hours later， 你别笑。这回你相信我超能力了吧？相信了，兄弟，我今天真开眼了。你这样，就给我展示一下你的超能力行吗？我会速见。不能跟别人说，听我没有？我只能跟行，别跟别人说啊！放心啊！我扔热酸啊！开始了，撒！你别笑！撒！还有这个啊！撒！
你撒什么呀？滚！你动手，是不是动手的？是不是动手？都回后人啊！撒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是您的位置吧？免贵姓哦。免贵姓免，免贵姓。哎，等等，你能体会啊？我三十六七了，这家伙现在有什么贵宾，你需要保管一下吗？刚打的球，帮我保管保管。啊，行，哎，先生，你这个衣服先换一下吧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家以前是足疗练的？啊，不是的，我们家有诊疗服务，他们当您的衣服让他换一下。那你生动形象，你给我解一下。啊，没问题。没事，您想喝点什么？有咖啡、果汁、红茶、绿茶，什么都有。你看我冻这样，你给我来一缸汤多好。谢谢了。喂，看烫着。您剪什么发型啊？徐峥的、葛优的、孟非的。你这头发有点短啊，再留段时间，我剪短发，打直接头发。啊，哎，你别笑了。哎，干啥呢？夹子。不，你这太快了，白的呀。不是，木哥剪的咋样？哎，那你别说，这一下剪的挺哇塞，挺帅啊。哎呀，我担心了。哎，哥，你这头洗完、你这头洗完吗？跟没洗。我哥，我家这个洗袜子，那你得，你给我吹一下得。吹油是吗？啊，吹油你得出门用呗，以后得发电。这个，你别笑。出门用都你让我合作呀？咋是？得，那我去。哎，慢点，哥。啊。哎，不是，兄弟，我那宠物呢？这掉那个宠物，宠物啊？啊，你这宠物在这儿呢。啊！我的大宝贝呀，你呀，你真厉害呀，宝贝呀，你干啥呀？你哎呀，那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谢谢你，你俩，你就是被男人伤害过无数次的那个女学生吧？老师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帮帮我吧！直奔主题嘛，撒娇看看。好哟，我想买个。注意我的细节处理。大哥，人家昨天看上了一款包包，可是我又不想让你给我买，还是不要了吧。老师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欲擒故纵。记住，男人就两个字，贱。再给我表现出一个诱惑的样子看看。哥哥，我今天一个人在家，超怕怕的。你能？哎，语言学拿捏的还可以，但是一看样子，哦，哥，昨天我家的电费欠费了，房间好黑，我好害怕，过来陪我的，对不对？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去试试。老师先给你做个样子啊，欧巴，干什么呢？玩呢。这个你吃吃。别笑了，甜吗？甜。